正好复习一下刚学的动作。远处怎么有一处？哼，简直是为我们电影量身打造。抽筋了，好险！好可疑的宝箱。我就知道不会有天然宝箱这个好事。腿抽筋了。哇，这就是导演所说的茧吗？谁在那儿？擅闯千象会禁地者，格杀勿论。赶上了，开机。那这家伙就交给大导演你搞定了，女主角我先要下场休息了。抽筋了，开机。Yeah.
动作指导。来打工啦！开机。拍戏而已，你还真打啊？我们备下了一桌晚饭，是不是很贴心呢？哇呀，真新鲜呢！开机。街上很太平，路上人人都露着幸福的笑容，这是镇龙司的荣幸。这是收音机，一本残旧的日记。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了一把摇摇椅？这点本事还想压榨我？归龙，留名影史的一击。
装傻服从我。变身。傻伙儿。回龙。斩首缚喽。伤为龙，生死一刹。摸摸头，开心吗？天光亮起的时候，真可以确定今天打算怎样活着。哦，天气真好呀，好想睡觉。哦，拜托了，兔仙仙。你好啊。很抱歉，上班一般不和活人打交道。不是懒的，没这时间。地有千军，是为了守护真正想要守护的人。纯爷们儿是一种感觉，不是一种性格。别动手动脚的啊，我还是有。摸摸我的良心，尔等怎敢触碰冰？我没有烦恼啊，每天都过得很快乐。头发可不能随便碰呀。变强才能拥有人法地。这算是在挑衅我吗？抬头看天高海。有了龙咒就再也做不成普通人了。不是染的，没这时间。